五位数开爆了，两公斤冰子，后浆的大块头的东西比较少，这是给粉丝选这个料子。废话不多说了，直接介绍，直接干开它，简单麻溜快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两公斤。首先看这个皮壳，这是个大蒜皮包浆的，这种皮壳一看就是非常老了，超级超级老，但凡你不瞎都能看得出来。然后压灯来看的话，后浆的特性就是水特别长，这种东西打开之后应该是肉很细，胶块带一点春底。这个东西薄什么呢？就是薄虾种，如果种翻得起来的话，还是非常非常哇塞的。能动手的别吵吵，直接开搞，搞给你们看。这个东西开爆了啊，爆炸了，回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自然光可以看到种非常的好，一个胶块，而且这个紫底是见光不死的，对吧？压灯来看的话它就美喽，我去，漂亮吗？下边稍微淡一点，你看上面这个倒冰的冰子，两公斤有没有爆掉？你们说五位数露给粉丝的，开成这个样子，长没长你们自个评论吧。好东西呢其实不用多介绍了，你们都看得懂。飞驰出品呢，必定精品，喜欢飞驰的双击加关注，爱你们。